欢迎大家收看每日星座，我是陈茂源。今天是7月16日，这个视频也是专为今天出生的巨蟹座你而制作的。7月16日出生的巨蟹座属于涨潮的一天，你们常常活在浪漫的感觉中。7月16日出生的巨蟹座，优点忠诚、热情，会照顾人；缺点呢，有一些压抑，不切实际。你们是天生的理想主义者，坚信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有意义的。给你们的提升建议是冷静一下，将自身的热情导向积极的方面，注意不要激怒别人或者吓跑别人。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7月16日出生名人有哪些呢？今天出生名人有中国香港女演员关咏荷、韩国演员金宇彬、第一位到达南极点的挪威极地探险家阿尔德·阿蒙森。哇，看来7月16日出生名人真的是很厉害。希望今天出生你也能承袭巨蟹座优秀的星座基因，走出属于你精彩的人生路。相信我，你并不孤单。巨蟹座，生日快乐，加油！